嫁给我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结婚需要冲动，一旦我决定了，就不会改变。哇，尚飞，周一该不会再跟你求婚吧？罗珊，你怎么会来？他就周一打电话叫我们来的。对啊，所以周文义，你请我们来是来看你们求婚的吗？是啊，我还请两位当我们的见证人。今天我跟尚飞要结婚了。今天？真的吗？展辉，太浪漫了吧！不是啊，周文义，你不要那么冲动啊！我敢娶，难道你不敢嫁吗？戒指你就收下了。 喂，周文义，对天发誓，我只喜欢黄尚飞。如果我说谎，我愿意遭天打雷劈被车撞。我知道我的家世背景跟梁冰冰差很多，所以也难怪你爸会反对我们在一起。菲菲，你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退缩。我不准你离开我。 对我真心喜欢的女人，就亲手把我推给另一个人，我的人生就是被我爱的人给毁掉了。干！好，你敢娶，我就敢嫁。尚飞，你确定吗？你要不要再多考虑一下？ 我确定。走吧，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周文义就是结婚的人。既然我已经娶了尚飞，就不能再娶冰冰了。 不好意思，爸爸，我不能犯重婚罪。我并没有答应你跟我和尚飞结婚，你们立刻就办离婚。爸，婚姻岂是儿戏啊！我已经娶了尚飞，这一辈子就对他不离不弃。不管你再怎么威胁我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。你说什么？小舅舅，你别激动了，你们不要管。 立 TV 历史线上影视。